大姐，你看，伊迄对鱼膏足贵个，我想伊一定足愿意甲大家分享。这样，过去，大姐，这是小可心意，希望你袂气嫌嘛。六蒙子，你一个气象主播，拢无物件送给大姐哦，你就唔惊讲伫遮无好日子好过哦？对嘞，你就是迄个气象主播啊，迄个做假新闻给人洗头脑迄个啦。对啦，就是伊啦。啊，不过我想伊应该无啥物好物件会当送予恁啦。啊，不过吼，恁吼应该拢无看过气象主播现场报新闻吼，可以表演予恁看啦。听起来真趣味嘞！好，廖蒙子，你报一段来听看卖。报新闻无趣味啦，唔免看。啊，你是安那？啊，你甲迄个公主病的同款，看阮无用。无，我哪有可能是这个意思？好啦，我就小夸。表演一下，阿叻，这还差不多。好啦，给你啦，我足想要看的。各位观众晚安。明天开始，东北季风开始增强，封面接近，请各位观众朋友记得注意保暖，携带雨具。廖蒙子吼，伊阁会晓表演种。台风天的时阵哦，风就大，雨就大，迄种表演呐、啊，廖公子，紧表演给因看啦。有盈盈，算你敖，好，没事，大家做回事。我爱伊演路人甲，好啊，红门，甲我做伙演。好，安尼较精彩哦。公主病，来。你可以不要做一个助理。我陪你啦，我不要你跪就跪啦。各位观众朋友，现在记者来到的地区是台风的中心。这个强烈的台风瞬间风速达到了14级，非常的强大。这位当地的居民已经像我一样被风吹得站不住了。修理，我真简单呐、啊。啊！子彤，你安那？来啦，姐姐。子彤，你看呢？来啦，行，咱即马来去看医生。你免惊，我会陪你去。医生，那安尼我到底是啥物状况啊？你即马已经有心啊，就是无确定你之前个出血去影响到胎儿。医生，你确定无误唔着去？检查报告看起来是安尼无唔对，但是我建议你嘛是去照一下超音波，咱确定一下胎儿的状况比较好。听讲，这个学点就是胚胎，囡仔已经六礼拜啊，我哪有可能有生啊？子彤，你爱较冷静的，安尼咱才有法度想后一步要安怎行。
安尼，我才拄才开黄昏照尔，这个囡仔就来啊！即马是要安怎才好？子彤，我感觉通知阿姨阿是，是嘛？我嘛知影。乖乖，我拜托你，你先替我想一个秘密好无？我爱想一个，才会用的。妈，你做啥来啊？你是来把我出去对无？别动出来啊！快点，阿伯告你，你等你坐。你哈，赶紧回去睡哦，好。今嘛家变作你的专属套房呢。大嫂，你是不是袂记得我搁伫咧家？你莫搁有白叫啊啦！阮家甲你一点仔关系拢无。好啦好啦，莫要甲伊讲遐济啊，咱紧出去。我搁知哪讲，我嘛甲伊引导三工足济个，你加抱我一个人，应该嘛无差啦。什么无差？差足济。今嘛吼，这个栏杆就是我甲你之间上远的距离。你着叫小，等伫咧遮挨白叫母啦。妈，行行。等下你回去的时阵，爱好好甲恁阿公认错回师嘞，爱甲伊讲，你甲迄个廖凯宏已经特地找好你啊，未阁有交叉啊，有听到无？你若是唔听话，那呢，我就退销交保，予你搁入面冷静。妈，好啦，我知影，知影就好，来等啊。阿公阿嬤，我知影唔对啊啦，我即摆吼就三步一跪，九步一翘手，去恁的房间外头忏悔啦。唔免啦，阮遐阁活了好好的啦，唔免三跪九翘手啊。阿公、阿嬤，是的啦，我给恁下面煮啊，我这次回来就是要甲恁回事的，希望恁会当再给我一次的机会，我知我做不对啊。你行路嘛行过啊，米线嘛吃，就当作之前的代志拢无发生过啦。知影做唔对代志，就爱改，吼、哦！我会改，阿公阿妈，我一定会改。阿公，爱你起来，免跪啊啦！什么呢？白德祖，我之前敢唔是讲过啊？卖替伊交保，啊！现在我讲的话，恁拢无咧听啊！不当的，真正是歹势啦！我是顾虑到武山集团的千金，若是甲遐阿里不达的人怪做伙，会影响到武山集团的名声，而且，互遐人教，不如互家己人教。而且，因小姐嘛知影伊做唔对代志啊，伊会改的啦。我都不知道要怎麼教啦，什麼啦？這件事情信才敢知影？有啦，我有去找伊，啊，不過伊都無要管啊。爸，就算講，伊因佫較唔對，嘛總是伊的查某囝啊。
阿哥也煞拢无要管。爸，你着爱做主，袂当让咱这个家拢散去。好了，我知了，信台那边我会去处理的。新民啊，若是有时间哦，找看我阿哥啊有啥物好阿婆，会当让伊去进修啦。啊，等他重新倒转来了后，会当重新营造新的形象。嗯，这嘛是一个办法啦。啊，若无，唔知道哪一天你阁要出啥物新闻出来，我的面子嘛要放喺倒。出口，我不爱出口啦，我要留伫遮，又和阿公。想要又和恁阿公哦？我看哦，你是心内有放袂落的人，只是唔是阮遮的时段啦。因为啦，你是因为廖凯宏，所以才不愿出宫。不是啦，爸。阿姨因就讲啊，伊想要有好爸，一个妈。阿姨做遐尔啊侪唔对的代志，伊当然嘛是想要伫你面头前好好表现啦、啊。好，真简单啦、啊。你着先手抓，以后袂甲廖凯宏见面。彻底切落你，安尼哦，阿公才会相信。今日啊，你去甲阿公手抓，讲你这世人袂阁甲迄个廖凯宏有啥物交叉啊？今日啦，我的表现，阿公拢会看到啊，应该无需要手抓，无这个必要吧？莹莹啊。你连酒抓都不愿意讲哦，我免哪相信你的诚意啦。我看你嘴也讲友好，其实哦是要趁阮无注意的时阵，搁去坐迄廖凯宏家的哥哥店。外口古仔啊，尔啊济，过无几工哦，你就搁上新闻啦。莫掠准讲阮家的大人真好骗，即边恁阿公是认真的，袂当悠哉你啊。好啦，你拢要牵拖遐尼济啦！我即摆干呐要听莹莹你讲一句话，从今以后，你嫁这个廖凯宏，切落莹莹，讲煞了后，你就准备出国进修，安尼就好啊！我不会啦，你大家拢欺负我一个，但是你叫阿舅妈讲，伊无爱嫁吴志宇来哦，安尼我就讲。你现在起心动念哟，新民啊，你家己看卖啦，莹莹即摆安尼是要哪牵家啦？阿妈，你莫伫遐借题发挥哦，你上欢喜大家拢知是毋？我看你吼上无要去穆家的面子啦！你哪点去？走开嘞！想准你阿哩过来给恁阿妈？莹莹。快点啦，你快跪嘞，跟恁阿公阿妈回事嘞，快点啦，快点啊！吴大，太谢啦，因小姐受了伤多刺激，伊即马情绪无稳定啦。我无爱啦，我无做唔对代志，现在你大家拢比我一个人啦。你跟我叫恁阿妈嘞，敢不跪来回事嘞？好啊，奶奶，你来跟我出去。我无你这个查某孙啊！哎，莹莹，爸，你好留莹莹啊，你这是……莹小姐，跟我出去！你若无想要跟我气死哦，就跟我出去啦！出去！今天莹莹就好啦，莫让伊忘了走。爸，那呢？我先去看莹莹。好，我先去啊。来，等下房间小姐。来。